好吃。我跟你讲，你很小气小气啊。我很丑，其实我很温柔。再三赢了我。就等你跑。香港有个十大步道之一。八妹，加油！那条条大路，那罗马公路的，按台跳按路，慢慢夯子汗，加了超轻起个步伐了，莫称给人了。慢夯子汗。对呀，慢慢。慢慢那个。香港开始讨厌。慢慢走。表哥。丢人哦。哈哈哈哈哈！讲那什么话，说的也是啊。这么帅的帅哥，好，我们成一满了哈。是对面的呀，大龙山是对着，跟对面那家山是吧？Hello。哎，休息一下，终于站到了。这边上终于站到了。哈还是我上来上。来上休息。休息。哎呀，我看今天来，上次妈妈也来讲。没办法，等我等吧。来请我。我跟你讲，上次每次那个开的车，他都是人家导航，他就在老开，我是开那个方便货。哦，手机公园。厕所。哇，台南市的大洞山就是这一种。慢慢叫。骗小的，你问那个就不准了。不可以了。你敢逼了？黄经理，会使呗？哎，串了。难弄。嗯。啊，路远已经讲完。毛了哥，你古人八妹哦，八妹夯张的哦。金立老师，死心塌地啊！张老师走，很多你看那个什么明星，嫁给富二代，他待不住啊，几年以后也要离异。按台调都瓦拉米步道，慢慢走吧，慢慢走上去。整条路都是这样的情形的。休息，这还盖两张厅是多顶呢，是多顶呢，再提一下。两千九，再住一个晚上那个，谢谢。对，好。没有啦，五百嘛，那个多
出去没有了，要自费的，要3600。你没有就要3600的。但是他应该会给你2900，你长得老啦，那你长得漂亮。啊，就是坐轻松，我来讲是坐轻松，走袂感觉爽硬走。啊，那边救命喽！脚步那么好，救命！对，阿都在挨着乱子。哎呀！等下你汉家庄听得多嘞，再一个凉亭，慢慢来行。要买呀！要上班该买商场哎。给给。我爱太太，我爱太太。我的太太实在可爱。要出来了，出来了。老婆没来耶。哎，那出来出来的话，出来就刚好没有要下来吗？好了好。电路啊，水果，如果他就是要等老婆，是要回去等老婆。你刚才没有听到我唱那首歌啊？唱一遍给你听，再来唱一遍来。我爱太太，我爱太太，我的太太实在可爱。没有了，好，朱磊，朱磊，你听，我跟你讲，朱磊，你听听就好，他背后不是这么想的。他说，那个我的太太不是可爱，是很可怕。高冷小哥，我怎么还是唱？大洞山再见啦！啊，洞山的山底，散步，大洞山再见啦！啊。雾茫茫的，
长期夜市的，看到。好，来好。好，你们拜，你们拜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，我好，等了。帮我们拍很多了，一路上拍很多了。嗯。刚才早上我们就是从这边上来的，现在我要从这边下去。这里就是关子岭往基隆山的基隆山步道啊，车场，好点小市区呀、啊。你想点别鸟嘞？哎呀，哎呀，往前呢？你弄点别家的？我姓你。哎，两辆，两辆。人行道。不介意啦。唔，街道应该要钱啦，街道是。就是我们呗，开沙金的。哎，现在一个新的开始改造就沿线禁止停车。表外行人就死人狗油了，你死人狗还得夯人狗，还得在土人夯人狗。你就不应该听的，是这样。不是，哎，要免签要听。还有，停的啦，停的还是啊。哎，聊一聊，聊聊聊聊聊聊。真的，你有你要要转就转对了，要你扁的话，可就用木棉花倒是干，用人夯还是黑的。去夯了一个，免签盖楼了。好啊，我今天在公开金色影。来，先走进走，走一段，走一段。掉了，这是。
走，边走。太不漂亮。走在木棉道。哎呀，哈，没有人的就是我。后壁区来，后人直过去了呀，啊，后壁。昆丁博的没有屁啊，来啊，昆丁博的啊，哦哦，